尔博士，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大家不要着急，马上就开始了。我宣布，海底小纵队预备员训练赛正式开始。第一个项目，马拉松赛跑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大家听我口令，预备，开始。你还好吗？我太累了，跑不动了。先喝瓶牛奶休息一下吧。我们继续加油，把比赛跑完，你一定可以的。谢谢你，阿三。我喝牛奶容易拉肚子。别担心，这是我从澳洲带回来的儿童牛奶，它仅含有天然亲和的 A2 型蛋白质，能保护我们娇嫩的肠胃。喝了它，跑马拉松全程也不用担心拉肚子。是澳洲的牛奶，清甜可口，肚肚也很舒服呢。谢谢你，阿森，我们继续跑完比赛吧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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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森、阿莎和宾托，你们都勇敢地完成了马拉松比赛，非常棒。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个项目，猜猜我是谁？请听第一题，身长约一丈。鼻生头顶上，背黑肚皮白，安家在海洋。我知道是海豚。答对了，阿森得一分。第二题，八只脚，台面鼓，两把剪刀向前舞，生来横行又霸道，嘴里常吐泡沫。这是什么可怕的生物？我觉得是八爪鱼。是螃蟹。没错，这一分给宾托。猜错了吧？最后一题，像鱼不是鱼，终生住海里，远看像喷泉，近看像岛屿。这回你猜是什么呢？是鲸鱼，一定是鲸鱼。完全正确，你们的回答都很棒。哇，为什么你们的脑筋都转得这么快呢？因为我们都在喝这个。没错，它可是我从澳洲带回来的宝贝呢，只含天然 A2 型蛋白质的牛奶。不仅能提供小朋友身体成长所需的营养，还能帮助小朋友的答题速度更快，准确率更高。哇哦，这么好的牛奶我也要喝。我也要。别急别急，大家都有，大家都有。大家看这里。